现在在医院里面，大家看到我医院这边呢，背景都是医院啊，我自己呢也没有戴口罩。为什么我没戴口罩呢？因为我身体抵抗力非常强。我们公众号呢有推出了很多很多关于增加大家免疫功能的方法方式。在疫情期间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说我已经看了10000多个病人，可以说也是全球看这个所有新冠病人最多的一位医生。那么在这2年多的过程中啊，我跟这个新冠肺炎打了非常非常多的交道，获得很多非常好的经验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那个治疗方法和药撑出个穷，但最终来讲的话，还是要通过提高我们免疫。那么我为这个新冠肺炎这2年多的时间，从武汉到海外，再到上海，再到我们现在的北美这边这块，我们这个预防方呢，的的确确就是说帮助很多轻症，还有很多的一些人呢，提供了一个防护作用。这个防护作用的功能特别强大。那么我拿自己就是给自己来做一个说明和试验，大家可以看到了啊，我这全程过程时间也是比较长的。那个在整个医院现在 emergency 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背面就是 emergency 这个标牌这个字啊。人特别多的地方呢，就是全程我一点都没有带任何的防护措施啊，口罩这边这块啊。那么我们的预防方的的确确帮助很多的人啊，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预防作用。那么大家可以放心，可以使用我们这个预防方，它的所有成分都是纯天然的浓缩中药制作的，都是在台湾制作，品质非常非常的一流，用了已经几十万份，几十个国家，用到现在几乎是没有一个人被感染的，很多轻症都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康复作用啊，大家可以完完全全可以放心使用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杨晓峰医生。